郑老师，您好。因为我前几天啊来跟伊开讲吼，伊讲这个所在就变做因的工作室了，啊，文件回不啊，哦，因的补助就无去啊，啊，市府嘛拢唔捌咧插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变做要做因的工作室，就搁只艺术家足辛苦去找代替啊来签约，吼，啊，所以这个所在变做稀微的。 我讲这过去是家己做老一个所在，啊，我在这老师讲，啊无我来，哦，这斗老的一个，吼，啊，所以我把这个音乐会，吼，由来伫遮，啊，所以咱的主题，吼，叫做啥物？叫做新春新力量，吼，我来唱歌，互你听，吼，啊，希望讲大家会使感受伫音乐声中，吼，啊，伫咱火车的声中，啊，伫咱这个社区内底，咱感受到讲咱在地的力量伫底。 哦，在地造力量，新造力量，哦，啊，这是我今日主办这个音乐会主要的目的，哦，啊，咱等一下，哦，要请大家好好欣赏咱今日，哦，啊，请，哦，真侪音乐家、真侪艺术家，哦，来甲大家，哦，分享这个所在，分享咱啊美妙的音乐，啊嘛，希望讲，哦，大家来感受一下，这么好的所在，是不是，咱会当激发一个心血，哦，啊，来共同来关心咱的社区，哦。